前葡萄酒拍卖市场上最受瞩目的产区，其中被称之为酒王的 DRC 和被誉为酒后的 Domaine Le Roy 更是当之无愧的翘楚。2018年，一瓶1945年的 DRC Romane Conti 以近1700万台币的价格在纽约成交，创下葡萄酒拍卖史的最高纪录。这一季尊酿云集带来了2010年的 DRC Assortment，包含 Romane Conti 在内酒庄旗舰的六款红酒，而由勃艮第铁娘子拉露女士领军的 Le Roy 旗下酒款有着独特的魔幻气息。这次为藏家带来的 Maison Le Roy Mussigny 1966年、2000年的 Hirschberg、1988年的 RSV 等，都是极为难得的收藏。 Your collection, our commitment. Ravenel